其实啊，有时候偶尔在乡下这样子呼吸新鲜空气真的比较好，因为在家里真的除了玩线上游戏之外，就是看电视，真的时间太浪费了。有空呢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散。完成，那现在就是把姜把它剥皮，现在已经大概半桶都完成了。